然后两块比较大，防护玻璃一块短一点，两块大一点，具体你要量一下看台的尺寸。我这个是比较大面积的看台用的，然后荷叶买四个，然后荷叶锁在这个玻璃的交接处啊，然后都锁好了，这螺丝锁好了，然后整个玻璃拿起来。就成了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就可以，这是一块玻璃啊。